这支翻译笔不要再卖了，会让我们英文老师失业。像现在暑假，爸妈都会送小孩到补习班，可是我们真的没有办法照顾到每一个小孩。有这支翻译笔就可以做自己的设定。我真的非常推荐它的跟读评分的功能 ，motorcycle 读进去字，它都会 correct 它的 pronunciation， 这样给它一个四颗星、五颗星，跟它说它发音标不标准，我觉得非常好用。学习怎么讲好，然后听到再讲回来，可以自己跟着这个工具重复放慢，这个非常有用，因为这是大部分想要学其他语言的人需要的东西，可以慢速的听到那个发音。欸、我可以问一下，这个是不是不用网路 ？Yeah, William, you got a point。我们这一支离线就可以扫描翻译，完全不用在网路的情况下，等于说你无时无地都可以用。哇，我用自己手机用的时候，没有连网络就没有办法翻任何东西，挂掉了。OK，William， 你知道为什么我们这次叫做旗舰版的翻译笔吗 ？I don't know。因为我们不只翻译英文，我们还可以翻译日文跟韩文。日文跟韩文 ，That's crazy， that's a lot。可以翻译这些东西，是不是很划算？非常划算，我也想要学一点韩文和日文。すごい，擦亮黑哦！我今天用这个翻译笔真的非常高兴 ，It's really crazy, it's really fast。我非常推荐家长买这个486独家翻译笔。Your kids can have a great time。你的小孩子真的有办法学到很多中文。不要买水货哦。OK， 威廉，哎，你觉得我们这次怎么样？推不推荐？我不推荐，太厉害了，我来补习班。享受最优质的售后服务，就在486团购。